过嚟啊，衰鬼！跟住你睇佢行得几轮准。睇呢个就系香港站啦。呢度系機場站，呢個好嘢嚟，你睇，係啦，呢個睇好。呢個電啊 ，long battery 嚟嘅。哦，喺呢度賣平啲係咪？誒，機場賣貴啊平。機場賣貴。他這個呢，他應該沒有限制我，我講多久啊？他那個卡給我。有沒有啊？是哪家航空公司的？有沒有禮物袋的？快走過來吧。佢呀嗱，我影咗佢坐呢啲咁嘅車走。哎，有兩個喎，原來。今次咧被 upgrade 佢呢個頭，我呢個咧就頭等艙，呢個係特別闊嘅。各位旅客，國際航運協會建議，為咗各位，我哋啲嬲已經被掛起咗，一上機咧佢就問你飲乜嘢啦。
呢個橙汁同埋蘋果汁嘅。過重嘅行李同樽裝物品，我呢個係特價。可令全部喺裏面。今日我哋敷飛嘅地方好埋先。如果個客嘅行李係過大，適合全部喺現場。提行李放在座位上的行李櫃或座椅下面。你控制喺邊度啊？控制喺邊度啊？您洋酒等匿埋曬。只可放在座椅下面。呢個係 Windows 14。你坐幾耐啊？我們就來了這個鼓浪嶼的對岸了，這個夜景好猛猛圓的鬼神經病嗱，黑猛猛你看那裡幾光丟你拉過去嗱，當然對咯，看看這間不知道什麼叫做未讀書那裡耶，那裡耶就是這樣咯，很船啊，那個船阻住個石，那個石就是鄭成功來的，哇拉得挺近啊這個。喂快點買票啊，你怎知道那裡是買票啫？那裡有個碼頭的嘛，你不拉過去看看怒江賓館，依家就係怒江賓館啦。隔離呢條咧就係出名嘅購物街。喂，睇下月光都影到啦，呢個一彎新月，連埋粒星都頂到喎。去嗰度喂，你一拉佢。又有激光表演啦。
架大船開喎。哇，幾靚！有冇啫？好。影埋你先。哇，幾多人？櫃擺起曬玩具嘅，有個麥當勞啦，跟住人都遮住我先得噶，有曬所有啲玩具喺度，就係呢個啦。又食又食咩？要儲齊28款啊！就喺度。大家清啦，呢度集齊咧，呢個28款。又唔理外啊！呢度個櫃擺曬喺度俾你睇。香港，跟住快啲填高個細肉啊！喂，日本啊啦，呢個嘢幾油，坐咗喺個麥當勞嗰度。在这里有晒，你在这里拿的吗？啊？填槽不知道什么地方，这个过路去的这个泉州。这边左边去漳州，右边就往前走。哦，福州。漳州是一个好土的，咁远的厕所。在这里 QF 啊，这条叫做 QX 啊，哈 Express。 哇，有两个隧道口啊，啲前面有个呢个球体系咩嚟嘅啫？抄翻啲文汇报嚟睇，一直喺度起紧呢个球体。填了一点点，那个城市很小很小。不过泉州很久了，很有名的。对，很久的哈。天时之城。个咩鲤鱼？鲤城大酒店。呢间麦当劳算靓啦。西式的。跟你讲不能进去，你问他不能进去啊。他原来是住手上，他不是裁掉一件了吗？他比较烂掉了。不要被他看到啊。飞天啊！几靓呢个飞天！飞天，都做厕所啊！哦啊，快啲！藻井全部都系飞天。仲有啲小飛添。
仲有啲飛天遺物。這個就是開原子了，熱得塌。啲老樹根幾勁，呢兩棵大榕樹。哇！真係。得你啊！灯光也是鬼的，你有几大的看见了我哋又翻嚟呢个大门口嘅东定西塔，喺呢度咧等呢个的士嘅。呢个临时嘅的士站叫呢个面底，呢个就是明朝的风格。明朝的风格，这个是明朝。那个装墙也是明朝的，这个，哎，那个叫斜万字啊，哦，万字，它是斜的，不是正的。对对对，斜万字，斜的斜万字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庭园哈。啊，这个房子你看这么大，才几个房间呢、啊？才没几个房间啊，八百多平方米啊。这里啊，800多平方米。本来900多，那解放那个修马路的时候切掉2米。哦，已经切掉了一点。切掉2米了。原来更大。原来更大。这个是大门口吗？这个大门。哦。大门的旁边还两个边门的地方切掉了。对对对，那你们平常是不开的？不过这个大门不开，以往是从这边出去的。从支门出去。从这边。这个叫两个边门呢、啊，哦，边门都拆掉了，边门拆掉了，以后要修复，现在才有这个，到清朝的后期呢就没有这个，哦哈，这个斗拱，不过它这个叫立柱还是叫什么？啊、叫立柱，这个立柱，山木啊，这些都是山木，山木，不，因为以往的山木哦。它的运输方式是用水运的，水运的啊，那水运呢？它用水的那么长时间的浸泡哦，它比那些胶哦，杨木的胶都震出来了。什么用啊？这些石子可以吃的、啊，可以吃。嗯，就好像那些陈皮啊，那些凉果。没有，不是，它这种白白的，就是那个葡萄糖啊。哦，好像葡萄糖。它不，外面这一层就是葡萄糖啊。哦，这样子。这一层就是天然的葡萄酒啊。放一年多了。一年多、啊。可以放一年多不、哦？放一年多。不，你这样经常拿出来晒。哇，下面的手工很精致啊。再加上油漆。你看厅里面没有晒太阳比较晒不到的地方，它的油漆就保持严啊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祠堂啊，祠堂。这个桌子都很久哦。桌子都很久。对。那这个在民国时候没有破坏？没有，就是这个房子很好命。对对对。你看，只有这些年。那。很幸运啊，这个窗保存得很好。对啊，下雨的时候会不会漏水啊？漏雨就不好了。
是不能热饮。不能哦。哦，你们在华大店红的，红的。有没有回来过啊？有，有啊。啊，你那间你画眉呀、啊？是不是画眉那个？不是，这个兰花。啊，我那个、哦、那个啊，那个会唱吗？不大会唱。不大会唱啊，啊，很漂亮，她的眼睛。这些是兰花，这些兰花啊，每到春节就开花的那种，一年开四次。对、啊，这些缸都是原来的，这些缸也跟这个房子一样。这个缸都很久很旧了，一样了，岁数一样大。哦，这个都是一样大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很厉害。那后面不是你们的了吗？哦，对对对对，后面倒的点在里面的。哦，就这点灯，没有点那个油灯、啊。油灯灯放在这里面就没有那么黑，吹不会熄的是吧？好好好好，这个是什么来的？没有这个，这个现在的这个就是以往过年过节放东西的，放东西的，对对，老鼠了都不怕。这里就是厨房。哎，以往厨房是这个。你看我的厨房，厨房。以往木的，现在没有用了。没有用，现在水晶木啊。这个是哦，磨米的。哎。哦。你看老的这么老的，它这个原来的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、对、啊。这个都坏了，你看坏了。这个古董来的。古董。哎，这国宝。给出去的，嗯，都是一个古董，啊，那这个洗衣服的，这个是洗衣服的，这个洗衣服，现在用来养花，哈哈哈，你不说我不知道、啊，你说卫生间都在后面，人如果坐在前面，吃饭要跑到老远、啊，是吧？在这边煮饭，听到外面电话响，又要跑到老远呢、啊，那地方大哈、啊。地方大都会这样，这个没有改过，没有改过。啊，你们现在有自来水？有自来水就是。你看以往的窗花就是这一种跟这一种，啊、对对对，两种，这两种。不错，就对啊，对啊，真的很好，很好。嗯。很暗都可以拍得到。父皇。父，正父的父子。啊。啊，没有厨房在上面，坏。嘿，这个是读书的地方。上面都是有雕花的，是吗？你看这个都有雕花啊。哦。本来在这边一个干戈间戈，嗯，那这个生了白蚂蚁住坏了。哦，有白蚁，把它吹掉。哦，有天窗。不过天窗是以后开的，以后开的，没有天窗。哇，在这里那么黑，怎么样读书？不，以往的房子就是没有天窗，最多这个窗子后来改的，后来加的，小小的这么一点点的窗子。对对对。呢度咧系清真寺出边啊，啲马叫快。呢度泉州嘅一条蒲门街，都颇为现代化嘅。哇！啲屋几靓，全部新起嘅呢啲，一路望唔尽嘅。有呢個福建特色嘅新樓，呢個舊嘅洋樓，呢個咧就係清真寺啦。上面就有啲阿拉伯文，
大條。而家我哋呢個夜遊呢個天主堂嘅，噔噔噔噔，有啲琴聲吸引咗嚟呢度。琴聲喺呢度入，喺呢度入嚟嘅。係每一户都有琴聲。究竟裏邊呢個人彈緊嘅咩歌咧？一個維多利亞建築嚟嘅。琴聲都過曬啦。快進去，進行呢個城市追擊。啊！呢間咧就係天主教堂。厦门教区啊，呢个圣诞气氛。哇！呢个夜城堡就是日光岩啦。你摸氣冷喎，幾靚？哇！呢個夜市，走嚟呢個咩地方啊？裝啊，熟裝完啊！呢條後海路一條長廊，原來呢係一個海灘嚟嘅。哇！但係真係黑過墨斗啊，又嬲嬲，乜都睇唔到啊！隱約的燈光，個海外海度，呢個就是熟裝嗰度行入去嗰啲亭啊。夜晚都晚日鬧，影嗰啲人，嗰啲影嗰啲人。呢個後海灣，影唔到啊，黑掹掹。影佢偷影，白曬嗰啲真係。呢個咧就係廈門嘅一個。鼓浪屿公园，喂，嗰度咧，嗰度就系呢个八卦楼啦，夜景。
教咗 special effect 之後咧，嘅情況幾好。而家先教。哇！八萬樓。講啊！廈門港。嗰度啊！要個船。系啦，嗰度就厦门港啦，得，呢度就系个岛上面嘅夜景啦。佢系大家贴面追逐，呢个系肯德基，对面就麦当劳，好旺，顶住咩咁旺咧？原来圣诞老人嚟嘅，圣诞老人戴眼镜，地方，系一个地方头。哇，非常蜂擁啊！呢個小朋友梗係生日。麥當勞幾熱鬧？見麥當勞影咗啦，好繼續行，影埋個錄音，麥當勞。叫咗咩咁？乾炒牛冇叫啊，乾炒牛河。叫啲咩啫？冇啦，只系菜咋。今晚直接食呢个牛肉兰州拉面嘅。同埋呢個雪梨汁，咁好熱鬧啊！邊咁少人？呢個係舊市區啦，廈門嘅。前面啲樓幾鬼舊。因为中山北中山路咯，呢度走转出去呢度就系中山路，然后呢度咪上 Holiday Inn 嗰度咯，几鬼旧啲屋。呢个国际式风嘅。厦门大学，呢度咁多，呢度做过呢个运动会，上到嚟呢個日光山，行到呢只劇咁，快走嚇！仲要攬上去呢度咁鬼高。哇！仲要行去邊度啊？未到啊！得啦！快上嚟，跳吧！快上！快上啦！快走嚇！唉，到了，哇，整
嗰下門睇曬。差不多，跟那边差不多。啊，这边这边不一样，那边看看那个。哦，有呢个缆车上到喎。呢个就系嗰个八卦啦。八啦。快烂上嚟啊！由福州到厦门游玩的房碧玉、江赛英小姐，请注意，由福州到厦门游玩。回家演了，走路走路走路，这两个好玩了。基督教头，三十几张吗？是三十几张，三十几张。基督教头。在外面啊，唔使得張啊，最興就嚟啦，少少位啊，我下位啦嘛，倒倒下啦，無端端喺呢邊又係喎，入唔入得去㗎？哎呀，可以入去呀！嚇？啲 details 嗰啲嘢，個公仔頭仲隱約可以見到。幾特別呢個街心，仲有一條橋喺上面添。點解嘅？其實個托兒所嚟啊，咁辛苦啊！繼續追擊下，揾咩上嚟先？我哋要不要給阿媽幫？啲植物嚟嘅，哇！呢度呢條街都古典式風喎，嗯？呢間啊，我哋已經到咗呢個金瓜樓啦。呢兩個洞就係金瓜啦。哇！你喺個門口幾靚？哦，幾靚！紅色嗰幾號啊？呢度係泉州路90號花園式庭園。咦，突然嚟到呢间叫中权楼，仲有啲英文添。然后呢间咧就系菲律宾人做嘅。等我哋入去睇下先。
啲窗幾靚。哎呀，點解有個公仔喺度嘅咧？哇，呢個水池都好精美喎。夜晚會發光的喎，呢個裝飾。是菲律賓人起的。還有啲靚妹喺度玩添。好啦，我哋嚟到八卦楼啦。去嗰啲嚟啊？去。1907年，做到1955年喎。新嘅啫呢间嘢。搭呢个。嗱，睇住啊！呢粒就係港龍朱古力，特別為港龍而做嘅，可以食咗佢。有三塊嘅，快揀咗嚟食咗佢先。好，我都暈啦，快食。原來頭獎應該係對。Safety instruction card, which is in the seat pocket in front of you. Please take it out now and study it carefully.在你座位前面的耳袋里有一张安全指示卡，卡上注明了紧急出口的位置、旅客疏散路线图和紧急降落前的保护姿势，请各位详细阅读。 Now ensure that your table is secured, your seat back is upright, the armrest is down, and your seat belt...
半都揾路行咯，系咯，或者要喺自己屋企个。影緊噶啦，而家係啊，可以呢個特別鏡頭又靚啲咧，係咪啊？得咁多，哎！佢真可證即是話，你可以可證實成呢個即是，即達到可真如嘅境界。香苦食咯，真苦食咯，係咯。老去飲糖水啊！上車啦！上車啦！又走啦！食飯啦，打啲半啦。
新送嚟噶嘛。繁殖工小家家。即係好似一個小家庭咁，即係苦嚟呢度嘅精，即係教精嚟嘅。哇！反做得好啊，大家好合作，大家好合作，非常好。教佢啲學生。
三叔啊，運動呢啲大。上過自己親手用啊！上過親手做啊！呢啲，上過啲樹，種種物質。